哦，真的太糟糕，刚刚又被发现了，你居然对我笑，电流直击我的脑。小白香薰家的新品来咯，这次是香薰小夜灯，有三档喷香模式选择，配套的是薰衣草精油，淡淡的清香有助于睡眠。新增的人体感应小夜灯功能，人来剂量，人走后30秒自动关灯，放在卫生间，晚上起夜不摸黑。我家住北京七环以外，买不起阳台，闺蜜就给我推荐了这个衣架，卡扣设计，不需要阳台也能晒衣服，出差旅行也能用，走到哪挂到哪，关键价格也很便宜。啊！你也太 low 了，看我的，这东西你会用不？找到车上这俩位置，再用这个弹簧连接起来，看，没见过吧？你学飞了吗？在无忌惮的波涛，也从不在梦里飘摇，在月光在照耀。屋龙暖暖混捏捏，屋龙不捏老一杯那丢爱哪。那个沙发保护罩很好用，婆婆让我再买一个，安装很简单，套上后把防滑条塞进去就可以了，不容易跑偏，弹力很大，各种款式沙发都可以，主要是脏了就扔到洗衣机里面洗一下就可以了。他是不是也有这种犄角旮旯的地方特别不好利用？我就入手了这个夹缝收纳柜，超级方便，看起来体积小，容量其实超级大，封闭式的，看着很舒适，不会显得杂乱无章，把一些备用纸和瓶瓶罐罐放进去，这样收纳才干净整洁美。 say, oh babySo let's get my thinking now, baby. All right, gentlemen, I want you to repeat after me, just how I do it. Ready? Rock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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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一块钱的打火机丢了吧，这款男女老少都在用的电子打火机，使用的时候轻轻一按就能燃，没电的时候手机充电器就能充，外观看着低调上档次，送亲人送朋友的佳品。谁不是喝酒喝到吐，谁不是爱人爱到哭，谁不是坚信他从有到无，可是那句星光拨开自己身边。